我也用那个。走，帮你溜一圈。你干嘛呀？你不直播吗？我一会儿再去。走，我们去看看红木。鞋呢？哪儿塞了呢？有的慢，有的慢。这就是用的最多，挺好。有人吗？有人吗？没有人，没有人。帅气的我，没有人看是吗？咋的？我感觉我是南方的，是吧？这些古装是不是很好看？哼，夸我快。新年快乐。哦对，先跟你们说一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啊。这什么东西？有点眼前一亮，是不是很帅？是不是被迷到了？感觉有点奇怪。说话。我感觉我自己也是醉了。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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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我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呀。谢谢。现在就直接2020年了。谢谢。帅，没被迷倒。我感觉今天、哎、夸我帅还没有被我迷倒，快乐快乐，新年快乐。过年好，新年快乐，不服来啦。好，很帅的一个小伙子，是不是？感觉时间过得好快。上次直播、怎么办？上次直播还是2019年，现在是2020年了。新年快乐，谢谢小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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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球的小熊，气人的小熊。怎么能随随便便回归悠长？可以的。我帅，你怎么可以不被我迷倒呢？可以的。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哦。新的一年不做曾姐的黑粉了，要做曾姐老婆。那你先排着吧，先排着队啊，先排着队。姐姐今天真好看，对吧？我今天超级好看，被自己帅到。新年快乐。来看小帅哥，嘿嘿，我现在是个帅哥。晚上好，晚上好，晚上。你们现在都在干嘛呀？现在。嘿，说好的做我老婆嘞？就溜了吗？感觉我的今天的妆容像那种很御姐。那世界上那么多帅哥美女不都死光了？你们现在在干嘛？干嘛？下不到车回家还有5%的电。那你赶紧留着电，就是赶紧叫车吧，我怕你回不去啊。哇，叶蝶，谢谢，好看，开心，谢谢皇冠，好看好看。说你老婆还得排队，张姐姐妈妈不用排走了，嘿。嘿，你这个女人，腿上的伤好，伤好了可以 happy 了。我怕你等下就是真的就是叫不到车，回不去了。一直以为是御姐呢。谢谢，真的吗？爱你哦。以为我是御姐，其实我一开始就想走御姐，想走温柔姐姐，可是没想到走着走着，感觉好像不是御姐。权杖，谢谢送我的权杖。感觉憨憨的。糟了，上一个说了爱你，是不是这个也在说爱你？你好喜欢我呀！比个心，比个心，那就继续喜欢。爱你们。你们一定要在2020年更加喜欢我，听到了没有你们？喜欢我，我也喜欢你们。哎，不过话说，你们都回去了吗？你们都回去了吗？还是你嫁的傻憨憨？直播不合适吧？我有些时候确实憨憨的，但是其实有些时候我又特别聪明，对呀，你们知道吗？你们在聚餐，哼，你们在聚餐，你们在吃好吃。哎，你们现在在干嘛呀？可是我却在给你们直播，真是尴尬。在家里，进来就被晒了啥？你们也在抢红包？开淘宝店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在群里跟他们抢红包。我开淘宝店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赚钱，到后面其实也没怎么赚钱。我们什么时候放假还不知道哎。还亏本了，那个时候我一点都不聪明。牛逼！但是呢，我觉得自己能开淘宝店也挺聪明。你干了什么？你为什么在想我？哎，心里
你是今天吃了糖吗？这么甜。很好。以为可有糖无缘了。兄弟，我看好你。我知道你下一句。遇见了我又有缘了是吧？哎。我发现你跟我一样。就是真的抢不过，真的。我感觉我拼不过。很会说哎。他们发的很多包，就是很多红包我都没抢到，我也是醉了。心疼自己三秒，一二三，好。现在你们知道吗？他们都叫我叫陈意涵，连我自己都叫自己叫陈意涵了。所以按理来讲，你们应该都看了我。人生就有很多不期而遇。嘿，为什么突然又没有人说话了？这就叫不期而遇吗？而遇。自己发给。不期而遇，很美好。我会不会太惨了一点？还要自己发给自己？但是又有点好笑，为什么？哪里好笑了？不期而遇的美。想给你们就是看一个帅气的小姐，结果还要说我有点好笑。没看 CP 节目？谁告诉你是 CP 节目的？那是一个古装节目。你们今天看我表演了没有？看到我那个古装没有？对，你看我又可以很可爱，又可以很帅气啊，多么优秀！哎，沉迷于自己。干嘛不说话啊你们？就在屏幕外面看我是吗？你知道吗？就是我不是那个小品跟我的那个节目就是连得很近嘛，然后我就要根本没有时间换那个头发。谢谢用爱发电。然后我就只能去、那个。就是用爱发电。哇，就是在后台的时候，谢谢，超级忙，看到了，一直在很赶的换衣服，然后就是一直就是很紧张。天哪，我还第一次看这个。中泰有跨年公演，直接要去看。明天我们有事情哎，明天我们要。天哪。店员，明天有活动。我都反应不过来，我有我刚刚我还说那是什么东西。你们看到了吧？你们看到了我今天的表演是吧？他们都说很搞笑，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表演，其实我一开始以为是唯美的。你爸爸可能是有什么重大的事情。我是那种，我想象的是特别唯美，可是，但是不唯美吗？可能我的 PV 有点搞笑，我的 PV 后面有车，噗，没有平时那么搞笑。过年喝多了。嘿、hey, 你们是不是都觉得很搞笑？明明我想走的是仙女系，真的，其实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现实幻想很美好，可是现实却打破了我。我都气死。但是呢，其实我在台上，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在台上，我自己感觉我像个仙女，我就是仙女，好仙仙女系。唠嗑，没错，我就是仙女，哼。所以啊，你们要陪我唠唠嗑呀。啊，刚一个账号进来了。看我 MC 感觉很搞笑。但我觉得应该不是真实的。我 MC， 其实他们你知道吗？他们说就是我给大家讲我那种冷笑话或者笑话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搞笑，他们不觉得不搞笑。当我正经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搞笑。真的。感觉是，咱就是。没错，我就是仙女。是有什么特殊的？你们知道吗？不是我那个古装一演完，是的，真有这种事。你知道我古装一演完吗？然后我隔了一首歌就是我们的，这也是种能力。我古装一演完隔一首歌是我们的那个就是人生经验。然后你们知道吗？我顶着古代的头去跳了人生经验。我当时都要。晕倒了，你，我本来想拆的，然后发现时间不够。很好，这个手机它不动了。曾姐的封面我好瘦，我本来就是个小女孩子。我呸！要不要脸？好看就够了。哼，你打我，你打我。哎，他怎么还没看到我的封面？你打我呀！其实我平时这种皮皮贱贱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因为
因为我知道我怎么说他都不会打我的。然后我就喜欢嘚瑟，然后嘚瑟就很。是吗？真的吗？还没 say hi 吗？他笑了，那可以看看。甜。嗯。你们的话让我不敢接，我也不敢回复。对，我刚刚说到人生经验，我顶着古装头去跳了人生经验。但是我却穿得很性感，今天好看是不是？可是我的头发却不一点、哎、一点都不性感。那我以前不好看吗？是，来一下。因为我会说冷笑话。夸我今天好看的是咋的？我以前不好看？对，我很喜欢，我觉得冷笑话很好玩，就是你知道吧？你说冷笑话，当你看到就你谢谢，就是我给别人说冷笑话嘛，然后对面那个人，比如说你说了以后，他没反应过来那种表情，我就觉得很好笑，我就想笑，就是那种表情，整个冷笑话你们听听。我直播结束的时候，就是我每次直播结束的时候就会讲冷笑话，所以冷笑话等到结束的时候说吧。我头。你不要再说。结束的时候我会说冷笑话的，每次我结束的时候都要说冷笑话，所以你们要等到我结束的时候听冷笑话吧。太疼了，扎到我头皮了。嗯。拆一下，哎呦，天哪，这个姐姐。笑哭。啊。我放弃了。我带一个这个。不扎我头。这个戴着有点搞笑。等你直播等我直播结束你再睡觉。没有，我拆下了一个卡子。小冷笑会被曾姐打吧？超疼。对啊。不会打你的，我跟你讲。他我跟你讲啊，他听不懂冷笑话，我真的是，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构造的，竟然听不懂冷笑话。你再说我坏话，你就死定了。而且他，我跟你讲，我跟他讲冷笑话，他都不笑，他觉得很无聊。他说他笑点很低，可是我讲的冷笑话他却。笑不了。嗯。啊，你听到？可能是你的粉丝。对。但是你知道吗？平时，我突然什么个动作，他都能笑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讲冷笑话，故意想让他笑的时候，主要是我觉得陈一山本人比冷笑话好笑多了。冷笑话正常不，都是不笑。哎，也对哈，冷笑话都不笑。对呀、啊，你傻呀？我觉得冷笑话是好笑的。哎。哎。糟了，我现在才发现，冷笑话都是冷的呀，怎么会好笑呢？甜呢？甜不知道遛狗。我才发现，原来冷笑话是不笑的。我们不吃，我们点的吗？我不知道，我现在才知道。陈一山，我们点外卖吗？你先点吧，或者你想吃什么，你告诉我，我给你推荐。你想吃什么？你说说。我讲真啊。反正我永远都不会踩雷的。冷笑话不好笑，承诺。我没问题。我们唠一唠我的话题行吗？冷笑话是很好、啊，好不好？他也是笑的。新年快乐。因为笑话很多地方都是笑话呀，冷笑话就很独特呀，就是、对不对、就是？我们要做独特的人。啊！妈呀！果然放过。哈哈哈。哇，2020年。我已经看你的账号很眼熟了，就没必要就是再跟我说风格眼熟了。对，他没，对对，确实。你太了解他，他每次都这样。你们唠你们自己的，能不能别唠到我身上？我很无语。我说一下冷笑话，你在旁边。哎呦，不行。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今天古装超好看，是不是？对，晚上好。哼、啊。你还是先溜了吧，我觉得你爸可能真的找你有重要的事情。今天衣服都好帅啊，对不对？我选的。我呸。不是我选的哈。你还掉一张纸过来，你是干嘛呢？糟了，曾姐打人了，曾姐打人了。哎，传出去好吧，气死我了。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2020年，感觉有点不一样。嗯。我觉得。不知道有一种什么感觉，感动还是什么感觉？因为剧情需要啊，就是你就是真的2020年你会觉得很奇妙。如果男主角很娘的话，我觉得你也看不下去那个节目吧。想到去年的直播，脑海一直是那个闪的美妆的。就是把自己
别说了，别说，我只要想到我第一次，我当时直播的那个闪的美妆灯，我都要疯掉了。我跟你讲，它平时都没闪，可是当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用它，它就闪了。就两个都很娘的话，那我都要气死了。那就没必要去演那个节目了。后面我就没有用了，对不对？哼，才从那边过来。哈哈，小姐好好看。朋友告别他乡，送你签，唱完之后签的。哎，这不我的冷笑话吗？庆祝我开播，对呀、啊，这是我2020年第一个直播哎，相当于我陪你们过了2020年呢。你别以为我没把那把刀带回来，我还可以再捅你一次，不是他，不是科科捅了，是我捅你了。哎，我说的是这个好吗？庆祝我开播。在干什么？哒哒哒哒哒，也许2020年我就成为一个武林高手。去年我跳舞不好，可是今年也许我就能跳舞很好。大家都在群里干什么？赐予我力量吧，老天爷，快要让我变成一个武林高手，我可以的。你就杀掉。你可以的，陈一山。陈一山，你就杀掉。嗯。谢谢送我的夜蝶，谢谢。好了。爱你。我已经拿到力量了，今年比较，今年第一年爬山高手，新年快乐，小萌新，你自己好好教我。2020成为一个大财主，太好了，真爱少年欢乐多，来个雷劈我下，不行雷不能劈，雷劈了就焦了，我就变烤肉了。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哎，我觉得，话题能不能在我身上，不要在2020年，不要在前辈们的身上，因为我觉得这样聊前辈们不太好。2020年，我决定要吃一个糖，希望我这一年都甜甜的，开开心心的。你们有糖吗？吃糖，来我给你们吃。跨年公演没有让你吃完，希望你这么一年都甜甜蜜蜜。你飞过来，替你飞过来看。来，给你们。没有人和我头像一样，诶，谁和你头像一样？嗯。还有道理，但是没糖。我这我拿我隔我只能隔着屏幕喂你们吃了哦。你要想的是你们在我的直播间里聊别人不太合适吧？喜欢吗？嗯。好，碰一下，噔，好了，你们吃了，你们吃了糖了，噔。你们也会甜的，或者是我帮你们吃了。半夜吃糖长猪牙，成年人吃牙不，成年人吃糖不会长猪牙的。就小学小孩子吃了就会长。飞过来远吗？妈妈说陌生人给的糖有毒。我不是陌生人。想真会。我吃了。其实我有毒，我自己现在已经中毒了。节目的 cut， 然后我看到就是底下在那个就是笑成一片的时候，然后其实我躺在那的时候，我的嘴角是有微微上扬的。真的假的？骗我天天吃糖，很难过，你知道吗？真的，笑得太大声了。我会骗你们，坏心眼的大姐姐，我是好心眼的大姐姐。陈妍还自己吃糖不给我，哎，没事让他吃吧。哎，他还特意丢了一包过来，我也是醉了。B 站没有，我申请了，等啥时候我申请了我就告诉你们吧。哎，我决定，吉利呢？等到过年我录一个 vlog， 我就发 B 站。然后告诉你们，你们就是第一个知道的，好不好？吉林对我，对吉林到北京应该还好。哎，我感觉现在这个样子好好看。不算远的。好黑呀、啊！我一下变成了黑人，你们看。因为是南方的人会比较。为什么？突然这么黑？有毒，三年举报，哎。我又不是女魔头，封住了，感觉就很厉害，是吧？你和我们把脚收回去，笑死我了，我在这边。Sorry。没有，因为那个是要跟台下有个互动，不是啊，你知道。B 站也不想再来当 UP 主。哇。真的，一出来我推那个推。我都不知道，我到时候去看看。说你说了，我晚上就去偷偷看。大半夜在空间上看小偶像直播，嗯，花生瓜子啤酒，希望你能温暖一点，我把温暖送你。然后就是那些话的嘛，结果刚出来，
底下的观众就是底下的粉丝就已经都在那说了，然后我就该怎么办？那就你们说吧，那就只能让你们收收脚了。谁让你们把我的话都抢了，害得我推那个车出来，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我现在是一个学霸。把那个车推回去，假装没有发生过。我现在是一个学霸，没错。而且我觉得最搞笑的是，是谁在叫我？好像就是有跟那个。现在我是老师。超威的一个粉丝就是。新的一年来了，就是、你们学习成绩是不是该高一点了？我也没有想到，就是他居然真的拿出票来。我不想再请家长来开会了。这个票还随身携带，我是真的服气。听见了没有？我真的没有想到他能拿出票来，然后我就，好，真棒。温暖的抱，温暖的妈，哇，猫猫 ，B 站 UP 主北方小马433，哇，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叫我陈一涵，因为我很可爱，所以叫我陈一涵。陈老师开课堂讲课了，没错，在2020年，交给你们三个任务，比你们，老师不需要脑子，老师只需要。陈阿姨从业30年。魅力。没错，我就是魅力老师。好，新的一年，你有三个任务你们需要完成。第一个，开心。第二个，身体健康。第三个，更加喜欢陈意涵。没错，就是这样，不然就要请家长了。还威胁我是罪。好了。丢掉，那当然我要定格在这一刻，感觉这一刻有点漂亮。感觉浓密了，哼，老师比你，我的刘海咳嗽不老化，多半是废了。小葵花讲课了，家长我要来。你逃票了？你是家长，你要来？不怕绿巨人。好，家长来了，那就要开家长会了。还是戴头上好看。新年快乐！戴头上就比较酷。合作小品的过程是在诈骗。我现在酷的。为什么？不想上课，打一顿就好了。卖那个。嘿。卖那个军大衣是吗？不上课打一顿。那个袄子，军大衣是吗？不可以，好好上课。他们在台上演的时候。家长，你孩子咳嗽好了吗？我小葵花妈妈讲课了。看到。我知道这个广告。但我就大概彩排的时候看了一眼，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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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后面你就有红血丝了。那几个节目安排的真的是太紧凑了，就没有办法。因为我跟你们讲，我这几天真的难过。节目学那个队的舞，对，我打然后各方面剪辑弹幕版的录播，我从来没有剪过视频，但是我这次剪下来了。可是那个视频背后有车，请原谅我。我要看看大家都在说些什么。我的大话，你们，我说出来，你们不要笑话我，好吗？其实我的那个大话是我的睡衣，我把我的睡衣穿上去了。对，那个不是袄子，那是我的睡衣。没错，我买了一个大话当睡衣。哪点哪本不会点哪本，辛苦。去年你并没有完全看完。嗯。什么意思？什么东西啊？才拍拍的吧，一有时间就休息一下吧。好的。是啥东西啊？我都没想到老师他们居然知道我有一件大花袄的睡衣，我有大花袄子，但是我的大花袄是睡衣，然后我今天穿上去了，我还背那么多词儿，哎呦天哪！哎呀，我跟你讲。看来我应该把你们。我还今天。我偷偷打小抄了，嘘，你们知道就行。假装你不知道。你这个时候不应该在看。有一个韩语的 VIP 组，记录我们所有公演。哎，我有看我们公演的录播，但是今天都还没看。等一下下播我就去看看录播吧。他关掉。原来是这样，你这个女人，哼。过年好 UP 主，我这时候应该说新年快乐。好的 UP 主，因为还没有过年。去年直播你并没有完
妹妹，我全场全程都在，是就要看完录播的。哦，原来是这样。因为你帅，绝了。彩大大秀新的做一的视年，频很新的好单哦，车，采花的新的西瓜糖皮，葫芦没送的有他，那我到什时候么意也思看啊？看吧。我也没咪咕见现呀，在同我也没频，可见以戚同时继看生看，太别爽人了。有糖葫芦啊。哇，这么厉害！我也只看到了小条友啊，可以三屏。别的戚继生不算哦，人同哦。屏。嘿。明后就可能好好休息了嘛。对。你这个偏心的女子。不过也还好。什么东西？朋友我其实我是就是可能那个时候累，但是现在我觉得不累了。其实我觉得我的点外性格卖，啊，虽然我是巨蟹座，但是我的性格很像狮子座，就是啥那时候种，点的外卖是？就是可能当时就这样，然后过了就觉得不累了。我们在剧场已经很久了，你就知是道吗？我现在觉得不累了，我现在觉得很开心。我一开心我就什么都没了，真的，我一开心我就觉得。也不累，也不辛苦，10点你就点了，但是休息也是很开心的。他是山是不是喜欢晚点？没有没有，这没有这没有，谢谢姻缘棒。我知道了，他是送丢啦。我现在是太兴奋了，那也要注意休息啊。我最喜欢的一件事，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什么都没了，可开心。哎，不应该是我们难过吗？因为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睡觉，怕不是进吃东西。只能我觉得睡觉吃饭睡觉然后吃烤肉你明天这件事然后再吃火锅这件事简直是太幸福是人生一大憾事那不是一大幸事你也是我想我说这句话应该大家都很喜欢这又是前辈嘛我好嘞我不想聊这话题这不两件事可能是不上我觉得今天绝对是就是外卖小哥就吃啊睡啊吃呗一件事，因为连着的，上班还怎么样不能隔开，哎、隔开就是两件事了，必须要吃了，然后睡了，然后吃就要一起。这个 ID 很优秀啊。UP 主，娘问什么？公演 MC， 好，我会去看的。不放假。按理来讲，元旦应该放假呀，你们知道我这颗痣是什么痣吗？我吐了，什么意思？知道吗？我是猪，我不是猪。啥情况？你能知道这个痣是什么痣吗？美女痣，人痣。哎，不是，好吃痣。他们说嘴巴旁边长痣的，就是证明你很好吃，美人痣。但是我以前这个地方有长过一颗痣。什么情况？这个地方我长了一颗痣，后面我磕在地上把它磕没了。这你怎么关直播了？我没有关直播，他可能闪退了吧，我也不知道。他闪退了，闪退了，郑姐闪退了，句号句号。对，好吃痣，我这长的是美人痣，但掉了。一山记住 ID， 好的，就会记住的。可美，郑姐掉线，他闪退了。但我现在又开了，但是他开了，谢谢玫瑰花。你有痣，为什么我还想哎？你也不吃啊？嘴又瓢了，哎，清醒点，甜。真的吗？你嘴角旁边有痣？还好意思说我甜？今天被我逮。那我被骗了。下巴有一颗痣和毛爷爷痣差不多，那就有福气。来了来了。咋的？你们俩是？有啊。你是啥？我拿个线啊。说好的要当我老婆的人，又说我是傻子，哎。试过刘海吗？我试过刘海，但是我感觉好像没有刘海更好看。哎呦，好难过。我刚好的 CP 都是磕着磕没了。然后估计大家得重新进一下。我和甄姐是好姐妹。啥？我说我们俩是好姐妹。哦。排不了队了。是你的弹幕说的还是你说的？啊什么？你是念的弹幕还是自己说的？自己说的。哦。没有，他是闪退，他应该刚刚手机不小心弄到了。可能是我网的问题吧，就是他刚刚突然闪退了，我迷了，有点迷。没有刘海的时候更适合。我和曾姐要藏藏姐姐，我们肯定啊，好闺蜜肯定就是这样的。排不了队了。我决定了，等会儿明天我请他吃一个好丽友，
只要这一年我们就是好朋友了，然后每一年就请他吃一个好利友，那一年都是好朋友了。哎，能不能请吃点别的好吃的？那你就别吃了。啊？姐妹情可以变质的。吐了。不会，一会儿睡觉了，明天要上班了。没，明天上班就要迎接新的一天，拥抱太阳，美好的一天又开始。好幼稚。我好抠门，我哪抠门了？没有人。你这，我不抠门。好利有多好吃？那辈分也不对，为什么不对、啊？对吧？说了。好利有好吃的，曾姐越来越胖。哎，吃个好利有哪会胖嘛？胖是不至于的。大不了我在好利有里面下点长胖药。你这个肠。我在好利有里面下长胖药，如果他欺负我，就偷偷在他的。我听到了，你不要每次说我坏话的时候就当我聋了一样好吗？我以为我挡住了你就听不到了。你可能掩耳盗铃呢，你在。过生日，哈哈哈。那张志哲跟换一个扭一扭舔一舔。哎，对呀，以后他过生日我就弄个好礼，我插个蜡烛。他们爱咋办咋办，关我啥事？看直播，一上看 B 站是直播，这样就能阿些 UP 主。九星素材，原来如此。就一个，曾杰不够吃，不够，不用担心，我告诉你，好溜很甜，曾杰吃一个绝对就饱了。但是如果是辣的话，他可能一个就真不够吃。你又走了，我怀疑是他又开直播。还有四个小时要去单位值班了，哦，值班了，啊，四个小时就要上班了，那你要早点睡觉，不然你明天哪有力气啊？下泻药，那不行，那不行。一块好的贼省钱，对呀、啊，因为一盒里面有两个，我跟他一人一个刚好。你要走到哪去？走到我觉得啊，就是新的一年。看你就不走。开心。哎，我的灯没电了，所以突然间暗了。你这个女人真的是花心大开。今晚通宵。妈呀，你们都是不熬夜通宵的吗？我觉得你的那个想念的名单里面可能还差一个人，然后也是我什么见面，对对，那天看早班机匆匆忙忙过去找我，你很乖，好的，你很乖，我的天，哎，你们现在怎么都差谁，差一个，那你好，那你真的很忙，会很累耶，是姓葛的前辈吗？但是也要注意身体知道吗？身体是最重要的。这个花心的女孩子真的是太过分了，被逮到了。知道吗？但你不想念吗？她不是在你想念的名单里吗？辛苦了。几点睡？看起来一点都不困。几点睡？我真的是饿了。我也不知道。你该说些什么呢？今天有点精神，真不困。大家啦，永远在心里。好的，有一种赶行程的错觉，是吗？谢谢姻缘榜。但是赶的同时也要注意身体，知道吗？很好，你爱他。爆浆哥哥，今天我们的视频很甜，是吗？我等会去看看。对吧？等会去看看。不用睡了，亮天了，又得跑剧场合影了。他承认吗？他那还是吃个早，再吃先吃个早饭吧，不然怎么没有力，怎么会有力气呢？你们还是要睡觉，知道吗？然后呢，我告诉你们，晚饭不重要，早饭和午饭很重要。嗯，好的。就是你一定要吃，你们要一定要记得吃早饭，这样身体才倍儿棒。猜一猜，我们来。没有，快点没个票子下去，那挺好的，好好休息。猜一猜，真的。我直播到几点呢？一定要睡好。今天休息。所以呢，现在来看我直播，相当于跟我一起跨年了。早饭合一呀。你买。也是，说的好像我吃早饭。那个就是。居然被我发早午饭合一，我经常这么吃。哼。我虽然。我只要能记着吃早饭，我就会吃的。虽然不多，被发现了。真的对不对？欢迎时记得直播，这样你们下次看时就能看到自己了。明天啥？
聚聚，明明是早中午晚合一。哎，那到时候我就是。那你们身上可以带点什么零食，可以垫垫肚子也好，不然以后我肠胃呢怎么受得住呀？我跟你们讲，我都是会，我之前买那个酸奶面包，是真的对不对？那就至少提买个假的。记住，难道不要至少提示起来吗？或者有那个，就记住那个就是，我有些时候还是要睡觉觉的。那种糖，你知道吗？那种戒指，所以啊，希望你们能吃，希望你们能吃早饭，帮我吃了。糖又很大，厌难的胃岂不是你？其实你们能理解的，铁胃是吗？明天想送束花，这也是一个方法，好吧，对不对？你们是铁胃吧？但是我告诉你啊，这种都是日积月累的，真的。你觉得可对不对？看我多聪明，我也是要好好的保护。谢谢气球小熊，突然间给我来一句鬼才，真是气人的小熊，气球小熊是不是都听到了我的那个想法？刚味，钢筋味，反正只要没有要求是真的，铁融钢就没必要买，就可以买假的。好嘛好嘛，那多喝开水总行了吧？刘海好像透明，行吧。我要带一个小猫咪。有没公演？算了，气死我了。嗯。七七。明天有合影。别别别别，不至于不至于。是时候点走小笼包外卖了。为什么？小笼包。哇，堵了！小笼包很好吃。因为你觉得这个点了吗？天哪！小笼包。我特别喜欢吃那种薄皮。的那种小笼包，然后有汁的那种，然后一咬，现在就看起了，我想想我都觉得好好吃，这个头饰好好看，是吗？我在小猫咪吃东西这件事情，一对老是完成外地粉丝库，这是大光明也好，嗯，也是，我的大光明，我也不知道，我希望以后能够多点五场，这样你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了。魔法少女 ARA， 我当时有好几场公演都是大光明，你都告诉我了，我都会记下来然后去看。但是后面发现明天和你320好贵，就是 我都不知道，我以前没参见过嘞，让我尝试大光明还不一定切得到。然后大光明的时候吧，你没有说，唉，他变了。把赐予你们好运。那我能怎么办？连续三天晚上，然后你们就说我也太大光，妈耶，我能怎么办？好可怕，小偶像真是太难当了，唉，心累，真的。三天晚上，那你们真的很赶很累耶，太贵了，去了别睡觉。又睡觉。我尝试过双马尾啊，我不是有一场，我们队不是有一场公演，就是又睡觉双马尾公演嘛，然后我 也没关系，我也是双马尾啊，这样。这样都双马尾啊！一对首演三天，跨年两天，真的很无语。善变的女人，嗨，你们都是善变的好吗？人都是想要得不到的。好像真是。嘿，所以我不听你们的了，我就是自己想弄什么造型就什么造型。开心点了，新东西你们要开开心心了。那你先睡吧，你先睡。我看的好像我们都好多晚场，后面也好像是。都双马。跨年的真的熬不起。那会确实很累，会很累。看起来智商不太高的孩子不行。时间安排的有点不行。秃头可还行？秃头我觉得我小马，小马是小马，很符合他。公主切。回不去家。公主切。哦对哈，如果很晚的话，可真的会回不去家。我觉得公主切不适合我了。这个时间真的很奇怪。真的很累的话，你们回不去家真的好麻烦啊。憨的仿妆。我希望什么时候来一个早五场公演。为什么要叫他仿妆啊？也许2020会实现呢，这样你们就能看完公演回家了。谢谢应援棒，谢谢应援棒，谢谢应援棒。我帮你们，帮你们，再帮你们来实现一下。对。
找朋友帮我送束花。好啊好啊。对啊，11:30就没地铁了。跨年的话就肯定没地铁，滴滴太贵，滴滴现在真的很贵。我觉得我不大适合第二次。而且地铁多方便，网上容易错过动车，谢谢，确实。夜班公交。谢谢。你看，你送了礼物。夜班公交。但是你们回去还是很麻烦呀，动车又没了，能回得去的刚好就去动车了，最后看到人家，哇。真的好贵。因为比较甜，而且还是晚上。我觉得你单马尾就很帅，啊，心疼你们。这不是单马，我觉得做机具也很不，就是，很不容易。半个就嗯，这叫什么来着？以后也许新的一年会有早5场公演，这样呢，你们看了公演就能回家，然后又很方便。我的头特别圆。不行。这你不行，不好看，我跟你讲，不行，多便宜，啊，那可不行，得冷死。开车挺这么贵，50，我都可以吃汉堡王了。哎，你不是在现场看了吗？你为什么还要看录播？骑电动车回家，神奇的人，骑一半都没电了。啊，没有感情，我觉得你们好不容易呀，啊。哎，我有感情好吧？我感谢人，我感谢人家的时候都特别的甜。你们看了以后，然后回去，然后又好麻烦。哪里没有感情？谢谢玫瑰花，爱你。下周就有5场，我希望以后5场多一点，谢谢，这样你们就能很舒服，就你们就能好多了。没停的时候就是调度罚款50块。谢谢，天哪，谢谢。油塘好坑啊！停车1小时8块。我觉得不管多少条油都好贵哦。不会免费吗？不行。不是有些商场都会免费。那我不这样，我家那边啊，咋还能这样？我老家就是有商有量的，对不对？我觉得你们，我心疼你们，甜的吓人。你看，你们饭虽有效，吓人。不是，我是温暖偶像。我现在很心疼你们，我感觉你们都好，我感觉你每天都，太恶心了。好了，我也被自己恶心了。谢谢你神奇魔方，我就不甜了，我。害怕你们又说我太恶心了。哎，我一个女孩子，我。对，我们晚场多，连续的都很多是晚场。我希望以后能够5场多一点，这样你们就能轻松很多。哎，不是，那你看你们这些人真的，哎，又不那个啥，又不。2020就听这种平民了。总觉得送个礼物还得有个趣。给你们比心。你看你们送我礼物我就甜一点，然后平常跟你们唠嗑的时候，我希望以后5场多一点，这样你们就能轻松很多，而且看了以后都能回家。哎哎哎，过分了，这是大猩猩，晚上一般你都不在。哼，这个你很聪明。哎，帅，所以你要仔细看。这是大猩猩，其实我看录播的时候还可挺帅的。不是大猩猩，这是比心。我希望能够温暖你们。对，大半夜回家很累，真的会很。谢谢。而且我晚上回去确实看完之后又很累，谢谢，然后回去又要收拾，收拾完第二天还要上班，这种是真的。不行。我能理解。我跟你讲，我甜一点，你看看这几个人。不会的。看看这几个人。平民不会被消灭。他说我恶心了。你们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大半夜回家太痛苦，就是我就不是回家还，那倒也不是，回家还要看我直播，我希望我直播能够让你们开心，就是，想看我又没办法回去，就只能牺牲看你们了。然后你们说我油腻，啊，说我恶心，说我太吓人了，牺牲还威胁我，我要是再这样就不行。我爱你们，我很爱你们。这我能怎么办？公园结束走40分钟回家。你那甜过度了。哇，那你锻炼的还不错。走走更健康，但是晚上的话还是要多穿一点，不然会着凉的。那不是田野奶茶小铺，哇，他们都好会取名字，直接把你吓过来了。谢谢玫瑰花。嗯，你咋了？啥？你刚刚直播咋了？咋了？你说你在吓他们吗？我没有吓他们。嗯。哦，我知道了，
是因为他们送礼物的时候帮个忙很甜的说，快走快递，我爱你们，咋了？李阳咋了？我爱你们，希望你们2020年好好的，越来越好。我希望你们越来2020年越来越好。我就上场那么一丢一丢丢。这是我的真心话。我希望你们2020年越来越好。因为我不知道我该。2020年越来越好。所以我就，可能我的眼神就不聚焦了吧，因为我真的别爱我没结果。不知道该看哪里。加油13美女，好的，我2020年一定会努力的，我一定要好好跳舞。看看回放就知道你是个演员的，然后给你们带来阳光、就是、温暖、力量。人家拜天地的时候，我在想我到底是看他们俩的，还是今天舞蹈有进步到有。我感觉我看我练了，怪怪的，但看到他俩吧，我觉得。但是后面滑到了，那鞋子太高了，我滑到了。对啊，我是有点近视呀、啊。本来都坐地上休息了，你上来我再站起来，那你很是优秀，真的。叫丹丹。对呀、啊，他现在他好，你看，也行，他是 ID 真长，他会他，我觉得江南很会取。那我就下次看你们好吧，不对，我要看你们的话，那个驱逐那个妹的小房间，哇，我觉得他们好会取名字啊，好可爱。现在到了叫我。我眼神不对。看镜头啊，拜天地的时候，里人都是目中无人。你们聊天我都看到了。真的吗？舞蹈比以前进步挺大了。我感觉，人家拜天地的时候，我觉得我，我一定会越来越进步，不辜负，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一定会舞蹈越跳越好。怎么会是目中无人呢？这个 ID 用了3年了。Honey， 能记住这些 ID 吗？你就看着红灯亮着。我大概能够记住。但你知道吗？驱猪猪的小房间。有一个机器，它的那个红灯就是田野的奶茶小铺，然后就看不清，我也不知道它亮没亮。你们的 ID 我大概都能记住哦，真的，每次直播我都能记住你们的 ID。我这个人就是记文字，真的很都能记住。就是什么节目的时候，我都死盯着那一个镜头，因为我也不知道它到底亮没亮。我手在就行。橙子喜欢什么花？行吧，总之你就没有错。是，嗯，反正我就没有错。什么花？你们。一个甩锅的，我喜欢。哎，我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花耶。你给我选吧，都可以，只要是花我都喜欢。你给我选吧，别制住我，我害怕。13跳舞超有个性，真的吗？我也觉得。我是一个有个性的女孩。定个小目标，就跟我的台词水平一样高吧。好，定个小目标。我台词我也要练，这么厉害，我冲！落地北京就跑油塘，我说我冲。慢慢跑不急，看来要常改 ID 了。我什么话都喜欢。就是直播。好像大家都没人跟我唠嗑，喜欢有钱花，就最怕空气突然。你们要笑死我呀！因为你们又不发弹幕，原来是瓜，然后喜欢吃啥？该说什么，就很尴尬，你知道吗？我喜欢吃。不，怕了。鲜芋仙，我感觉女孩都喜欢吃这个。像店员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芋圆。嗯，店员的时候其实。大概来看我，然后都会跟我生节奏的话讲话之类的，就是能聊得很嗨，就整个的那个气场还有氛围都是特别欢声笑语的那种。哎，不要康乃馨。到直播的时候，我就玫瑰花，你们这些人好像就是不会说话了一样。康乃馨，哼，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你到时候买给我，一推你要加推了。好啊好啊，估计都刚到家。耶，赞，你们不会真的刚到家吧？那多尴尬。好啊，玫瑰加百合。今天可能是因为太晚了时间，然后
有很多。他演老师就是天。对，今天太晚了，然后有很多，今天有很多人一起打车，估计就很难打到吧。我的天，最后我们叫货拉拉回家。你早点睡，晚安。晚安。真是好办法。早点睡啊。我想夸你们很精致。做个好梦。也许做梦能够梦见我呢。封面好甜。哦，那是小孩小吃堂，哇，他好可爱。所以我特意选了一张这样的照片，娜前辈，把你们骗进来。看，回去插盘瓶子里面，好花香。咦？我也喜。也许不是一伙人。好。要吃饭。其实花确实，我觉得就是把花放房间会有，就是你会觉得，就是这一天很美好。你也该吃饭，不然饿着，你们估计。女孩就是喜欢花花。不行。你要赶紧定下喜欢什么花，采访就不会有现象了。也是，梦见我在吃东西，给你饿醒了。没人弹幕，你就没事。如果梦见我在吃，我会给你吃的。感谢你，白心叔找了几个话题。哦，白心叔叔可播了个白捏，他们好会取啊，都取得好甜好甜。你还在货拉拉不敢不敢，梦见我会是一个奇怪的梦境，什么一样的奇怪？也许你们梦见我是你们的老师。看着你。哼。网上进行课。然后让你们罚抄作业。所以大家都是刻薄粉丝是吗？别嘛，有没有甜系粉丝？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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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一二三。30分钟。天哪！五个人，3个目的地，1个货拉拉，那你真的是优秀。那你真的。如果我取了这，能火。我也觉得，梦见我穿大花袄开家长会，那情景有点奇怪。说明你没有照到我，是一朵玫瑰花。你没有拍我，好，很好。哎，是一朵，是一次，一生一次吗？那今天北方张新叫紫菜嘻嘻嘻。哇，我觉得我觉得前辈们都很会取名字哎。合影啥时候？哎，我们明天合影是什么？几点到几点？我忘了，好像是1点还是2点？修图熊姐真好看，是吧？她真的很好看。因为我是12点做头发，做发型，应该是2点吧？1点、2点。我怀疑会是你的店。2、3点，应该2、3点。1点、2点，明天下午。那你很好。官博有发，我忘记了。我就想问一句。你一会儿记得去看一下官博。咋真明呀？陈雨露的，你们说自己甜，哎、那就是甜了。我觉得就是那个雨露很可爱，他的那个 B 站名字跟他的人一样，特别直爽。他的 B 站，我觉得他 B 站名字跟他人一样，真的很直爽。别钓鱼，啥呀？他真会不会取名字？对啊，他取，我觉得前几个前辈，你看紫菜嘻嘻嘻，然后都是一，然后捏了个白捏，他就取的自己的名字。你要不我取对你严格，直爽明明是沙雕，大可不必，沙雕也挺可爱的。对我严格要求才是甜，大可不必，真的。黑鱼露是直的。你都不想红包来看直播的。哎，你们很会，你们脑洞很开耶。这如何整？喜欢玉镯前辈也。哎。喜欢玉镯前辈好可爱，喜欢玉镯最可爱。我咋知道怎么证明？他本来就是直的。我真的是。对，她是个直女。他铁直，哎你们吃饭来发弹幕的，那改名了，哎要不我就叫橘子味的我，或者橙子味的我，你们觉得怎么样？陈雨露每天看着都要笑死，我也觉得，他能来我们房间聊天聊很久。那我觉得你们还是吃个饭吧。要不要我叫我的名，我 B 站名字取叫橙子味的我。给你小心心，今天这个头发拍的KK 是吗？真的吗？紫菜嘻嘻嘻呀。啊，我们的古装没有啊，没有互换呀、啊，为什么会互换呢、啊？紫菜嘻嘻嘻。改的也差不多，又当成二刷。我哎。你去他那，我说他递给你全英文的书。我还要自己举证。晕倒。我这全英文。哦，我知道，他想让你。
学，跟他一起学习学习。这个女人真的。还想让你看书，还是全英文的。这个女孩子真的是绝。我是徐佳琪。有问题是谁？我不信。给我集资干嘛？为什么要集资啊？等一下，糟了。KK。我不信，我不信。是橙子味，真的用习惯了，那倒不错。我喜欢用橙子味，因为我就是橙子。我要不 B 站就叫橙子味多。跟他说看不懂，他又订给你一本《管理心理学》。我晚饭，我的晚饭在剧场吃了，而且这个点。他真是一个爱学习的。吃了没好吗？管理心理学。嗯，好吧。我觉得真的，反正懂这个东西。你看，我收到的一本书。题是送给我的，你去过他的时候，他正在读那本《管理心理学》。哎，他学心理学。刚到中心，然后给你们。他是个高智商的。我可能还没开始看，我就想睡觉。我看这两本书的话，看不懂，我会起屁股就走了，于是再也没去过了。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去，因为你害怕他下次又递给你一本什么书。可是这个点，他也许下一本，下一次又递给一本让人无法看得懂的书。六七点吃的好吗？这个点怎么可能问晚饭呢？那一会儿是不是要直播吃早饭？我觉得你们太可爱了。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挺好的，你要去吃些。军旗，你又去了。你要去吃宵夜了，你不能在气我，兄弟。我怎么感觉？新的一年中了个奖，你中什么？我怎么感觉，你像在。我怎么感觉你像在什么经历，每天的经历都好搞笑。军曲，你去看到了卷子，他是想让你考试。前辈题，那叫前辈题。至少我没有。啊，前辈您前辈。也是一个职守的前辈。好可爱，大卷子真是让人无语。不存在的。我知道了，他可能觉得就是说，就是想看看你会不会写，让你帮他写卷子。如果拿给我的话，我直接晕倒，我不会写。那我可以吃夜宵。话已经选好了，期待，不知道是什么。哦，11朵玫瑰花吗？明天就能看到花啦。有不少小偶像把作业带到握手会上做，好努力呀！能不能看到别的？能不能别以后能不能别在小偶像考试期间搞握手会，真的会折磨粉丝。那我再直个5分钟我就下播啦。就感觉大家都很安静的样子。考试期搞握手会。所以还有5分钟。我觉得。哦不对，这样2点。这样在考，我觉得不是他们小偶像在考试，粉丝们在考试。对呀、啊。让粉丝们一起做作业。感觉你们很安静的样子，然后我就不想吃了。就是这么好惨，因为我跟你握手的小偶像没一个不笑死的。你有点好笑，我要被你笑死了。我觉得你的精力好杀掉。所以我就要下播啦。我觉得你可能又会遇到卷子，就是你知道吗？不是明天握手会吗？这两天都在考试，这两天都在考试。呆萌前锋的 ID， 喜欢一个呆萌真不错。嗯，呆萌前辈，他好可爱。这么讲，给你讲讲你去金曲的事。金曲的趣事，没问题。我觉得我会笑哭在那个地方。不搭理我就不搭理。你的经历真是，我觉得那个有个什么那个有一个那个港那什么泰囧，你应该叫优囧优糖囧，不应该叫四八囧。我快乐直播，你安心修图。你说。好的好的，你去支援吧。本周握手去感受一下。好啊好啊。你给姐姐讲来，她都觉得时间太短。她肯定她肯定也觉得很好笑。因为你这个叫八囧。什么叫八囧？
我周末带一个大卷子，看见他，看见他他就拿出来。从一山的支援我了，什么意思？不懂。我觉得我下次他来的话，我带个大卷子，他可能会哭泣。那你他本来想来跟我讲讲他的经历，然后看到这卷子。修饰我呗。主要是你遇见的事真的很无语，可能我会失去你。难道是还没开始就结束了？直男。你害怕，你害怕卷子了吗？那怎么办？我现在就是。新年快乐，三姐姐，新年快乐。对的呢。已经很直男了。你这是一个可怜的吗？可能你会还没开始，我可能你在远处看到，哎，他桌子上怎么有个卷子？不行，我要溜走，悄悄溜走。对，什么叫看 B 站前辈们？新年第一天十秒就出坑。你被这你你被这心理学啊，你被书被卷子吓成这个样子了。我不不带卷子，不带卷子。不给你带卷子。新年第一天你还不统一冲自己、啊、不带不带，晕死，不带卷子，我们唠嗑，哦不，我们唠嗑，我们摆龙门阵，吓人，没有，你去等一下他就，还没有，吓人，我拿着五线谱啥的还行，还在3%的电，我的天哪，哎，五线谱你学音乐的吗？你为什么如此优秀？啊，修仙了，看你居然要五线谱，这个点还不，要不我画一个五线谱给你，这个点还不睡，那肯定是在修仙，真是，可能因为手机觉得好看，哈老师，手机还是一个有，那你下你下次来我给你画个五线谱，行不？你的手机还是一个，我们现场来一个，拿五线谱就是你的主场了，以前教音乐的。那我到时候画个五线谱，那个五线谱不就是你的主场了？为什么？是吧？我说了啥你就？然后我们在五线谱上讲聊聊你军曲的趣事儿。为什么？手机有品味还是你有品味？在这里能遇到沈阳的粉丝开心。嗯、这是个严肃的问题，让我思考思考。感觉大家都好开心啊。嗯。都有品味。喷喷。只要觉得我好看，都有品味。在五线谱上学英语，哎，没有啊，还有2分钟。我觉得在五线谱上学英语那有点牛了。2:40下播呀。兴奋来瞅眼熟，江丹真不丑不要脸。我要被江丹笑死了。好，好吧。他应该是蛋炒饭。气死你了！哎，这个我知道是什么意思，气死你了。突然间脑子 get 到了这个，你们真的太欢乐了，开心，我们现在开开心心，今年一年都能很欢乐。那你当然得夸我了，为什么 不夸我？新的一年还不夸我？要被熊，你就要被小熊倔死了。他上天，我觉得。我听到了，现在组能不能合理开会处理一下江丹？我江丹要哭了。晚安，好梦。他说我们是恶霸。恶霸七七一直在天上呢，他今晚一直扣你，我听到了他扣你、嗯、我看到你那慌张的小眼神，因为觉得气球是一直飘在天上的，把江蛋给做成鸭蛋，还或者说给江蛋炒成蛋炒饭，然后一直在天上待着，出来一下啊，他把我们买的糖葫芦吃了吗？可能也是个牛皮，牛皮做的。轩轩他们很开心，他们太喜欢糖葫芦了。我知道。说能不能？牛皮做的气球。把张志杰和杜亚轩弄混了。是不是？哎呀不行，感觉这样。3个小时都没给你送到。他说他没送到，我想他应该自己取消了。我以为你，我还以为说你自己吃了呢。我陆婷前辈的叫陆婷、那个、哦，啊陆婷前辈的好、很有气质，比如说是那我觉得陆婷前辈他的名 ID 名字跟他人很像，我可能不会，江丹太丢人了，送完车还没到，不是生气了，可爱的江可怜的江丹，我要说三遍，
重要的事情，我要说三遍，我不是生气了。别说我认识你，太丢脸，才能掉链子，哈哈哈。新的一年，新的反正。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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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怜江丹。哎。这。他不想，他不要认识你江丹。继续做我的玫瑰花，真棒。快，江丹，快来把你的链子捡起来。理我。你可太惨了，这种东西我就不会回的那么的，不惨不惨，有或者有的时候我看了没事儿，就代表我看了，他叫马葫芦的，然后也没有回就哎你很会取，哎你很会取名字，马葫芦的有一些粉丝就是会说，就是我是不是哈士，你闭嘴，我觉得江蛋现在应该隔着屏幕，隔着屏幕在咆哮。有的时候我是这个点，我看。优糖现在可以电我吗？可以的，优糖可以电我的。或者别人叫我一句，我就把手机退出了，然后我就忘记。优糖可以电我。所以就是私密办还是。你想打车去打他？我发的话，我可能会。你现在隔着屏幕在咆哮，肯定你想打车去打小姐姐哈。那个真的没有代表。Hello。马葫芦给你泼科普下水井盖子的意思，我以为马葫芦是啥呢，原来是井盖子，我好可爱，我是随缘回复，是吗？我一直都是很可爱的，可可爱可可爱爱，没有脑袋，嗯，你们俩就一站地铁，那还挺近的，你坐一站就能去打他了。章鱼哥前面在讲小，他说章鱼哥好可爱，哇，章鱼哥前面好可爱，小卤蛋。卤蛋挺好吃的，来来来，你快来，你快打车来，我真的你是小卤，你到你小卤班打成小卤蛋，拜拜，小卤班小卤蛋，早一点睡觉，睡觉了，好的，马葫芦蛋快去睡觉吧，喝水，就你别睡觉，你快打车过来，酱蛋不好吃吗？好了，新年的给你们的嘱咐，我觉得马葫芦蛋现在应该在隔着屏幕咆哮。你报路费，你报路费让他们去打他们吗？我们全是一群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私吞了哈老师，报销报销车费，看酱蛋，蹦向酱蛋，提着大刀冲到哈士面前去。你错了，举报你什么跑单，快点在握手面前你跪下了，我今天学会降蛋，降蛋赢了，你这哈哈哈哈挺的养音，你现在是不是在隔着屏幕仰天长啸啊，嘚瑟马葫芦蛋，我今天学到了一个新的词儿，叫马葫芦蛋，井盖子，没错，快去睡觉。他现在已经不，他现在已经勾起嘴角在嘚瑟。马葫芦就是井盖子，蛋总，蛋总现在在嘚瑟呢，他吵架吵赢了，大家都在笑，哈哈哈。我被他笑死了，酱蛋和哈尼两个人刚刚在 battle， 想过，我想过 B 站 ID， 我取名叫橘子味的我，橘子味的我，你跟我抢，你要不去广州你绝对不会输，你绝对不会输，我相信你不会输的。好，我现在就给他说谢谢玫瑰花。曾杰酱蛋说，曾杰老婆和你说晚安。曾杰老婆就是酱蛋，你的老婆粉。我不承认。谁让你去看？哎，哈士去看谁了？他冷漠。哈士去看谁了？你和哈士两个天天 battle， 我看你们俩 battle 好好，我要笑死了。
你们俩在这 battle， 臭不要脸，臭不要脸，哈哈哈哈。因为你去问问朋友有没有橙子做的花，橙子做的花，我觉得你朋友会想橙子做的是什么花，叫橙子花。像你大爷。陈医生老婆和你说晚安，哈哈，好的。送草莓花，在你学校正确第一，有黑粉的。哈师，我觉得现在酱蛋隔着屏幕，眼睛都爆起了。你们俩 battle， 你改名叫爱杜雅轩。哎，你这改 ID 名一天改3600次吧？啊，我都看了你的 ID 变了多少次了？啊，看看人家哈士都没改名字，还有变很多次，我感觉我每次见到你的名字都不一样，但我总能发现是你。你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你现在你江丹的新名字真的很丰富。你说 ID 都3年多了，赞。你 LXY， 普通用户羡慕大佬。一山，沈小爱前辈的家，追风少年。啊，我觉得沈小爱前辈好帅啊。他真的好喜欢他，你被赵天阳改了新名，取了新名字叫大紫，为什么叫大紫？你之前叫 Honey 奈何点儿，深入小偶像文化不认识就改成汉字了。你之哎哈你之前的这个名字。你现在这个名字真的是不好念，你之前的这个名字很有个性。格斯奇前面叫蒸汽斯桃夫，哇，我觉得他们的取名字都取得好甜啊。他说你总穿紫色的衣服，哦，他你这么一说，确实，你真的是总穿紫色的衣服，确实我每次看你都穿的紫色。和你。怎么就不认识了？我就改成哈尼了。确实，你现在这个哈尼好记，你就很好记。小卤蛋，小卤班，你到底是小卤蛋还是小卤班啊？你的也很有个性，确实，你的名字很良心凤年。以前没有紫色衣服，发了张就买了，好甜的 TTL。陈信南前面叫修藤小王子。他确实是小王子，哈尼，我要笑死你，莫哥，哈老师一会儿发 QQ 你看一下花，莫哥，这又是什么字？我没懂，莫哥是啥？今天宿舍可太欢乐了，我看到了你家嘴角，你家嘴角的微笑都要搁到耳朵，都要笑到耳朵旁边了。我看到了，好多人都以为你真叫寻凤年，我也感觉，那倒也是，不至于，是吗？谢谢生日气球，这走想去看我本人呢，来呀。来看我本人呢，嘴都要裂到后脑勺了。你们两个是，因为熊根杰说话太有意思了，我看到他在扣你，你的表情，你的表情都可以做个表情包了，在那么寒冷的夜晚，你都能笑。熊文杰在张雨涵的直播间抓你，你被抓到了，
我跟你讲啊，他会扣你的，他一路疯狂扣你。几个偶像的 ID， 嗯，我记得了，白星宇的前辈，还有紫菜兮兮兮，白了个波，我记得好几个。新的一年，我的生日过年跟男朋友打算了，我准备现在我有打算呀，我准备就是，嗯，等到过年的时候就开始来自己来安排，然后自己去瞅看看准备怎么弄，到时候我直播跟大家一起讨论呗。他是你这似曾相识，这些新成员还没见过呢，可以见见的，真的。他突然来看你能怎么办？对啊，降丹之前被我们全部的人都抓到过，你我放心，你长得不吓人，我放心。我觉得你们都好可好逗，两个一起还是分开搞啊？我也不知道，一起分开都可以。你倒没被那么多成员抓，毕竟七姐顶点马葫芦蛋，确实他是被所有的抢抓到了。对，徐佳琪前辈的我记得，我是徐佳琪，你信不信？你只看一下不怕被抓，倒也是没必要。单身40多年了，单身好，也许你看了我就能找到，也许2020年能找到另外一半呢。七七顶点马葫芦蛋真正不了，哈老师，七七总妈妈，你们管管，你只是想辱骂他，我得叫叔叔了，不要，我不要这样，我就，现在我们是同龄人，小鲁班，我要叫小鲁班。是不是看你聊天，你俩聊天可有意思了？对呀、啊，我看你们两个在这battle，你们俩battle的让我想笑。我看哈尼一直怼你，然后呢，你有些时候突然一句让他害怕。这个妈妈一生一窝呀，嘻嘻小萌新，我都看了你好多，我们直播间有黄管吗？没有，他们俩太可爱了，你们日常这样习惯就好，可以，多battle，还真有橙子花，真的吗？有橙子花，我都不知道，难道橙子花就是我？两个东北人习惯就好了，我今天学了一句东北话叫马葫芦，井盖儿。真的有，之前有跟孙小燕前辈送过。原来如此，我都不知道有橙子花。嗯，踢出房间。不知道哎。橙子花上车全被吃了。还有2010零食花，今年跨年送的。他是接水啦。先晚安，好啊，晚安。花名叫心想事成，哇，橙子花真好，心想事成，跟我真有缘，我就是橙子，心想事成。不知道，还有可能遇到人去聊天了。我们这儿啊，就是经常出去接触干嘛的，遇到了人，然后就开始聊天，然后一聊就聊很久。桶装水21桶，包送到家，我知道那个。橙子花就被扒拉完了，花可惨了，太过分了，被扒拉完，花可太惨了。韩家乐，哇，韩家乐的前辈，我觉得我记得住。叔叔刚去关注了我的微博，小鲁班。是小鲁班关注了我微博。张志杰像是一颗小虎牙，哇，志杰的，我觉得志杰的我都不用记，他可以告诉我小虎牙。我一开始我就说他的虎牙很可爱，
严俊你可以了，二十多岁搞什么四十多岁老男人？哎，你被哎小鲁班，你被哈利捅穿了，你二十几岁，剪挺好的，我好，我肯定多学学，我后面肯定会越剪越好。嗯，我要找一下东西，稍等我一下下。嗯，我以后有天赋是吧？我也觉得我有天赋。还有四分钟就三点了，我就要下线了，三点钟就下播。嗯，你们都外表年轻，内心成熟，好大，你才三岁，我觉得你要挨揍。好，我知道韩允，我经常我有看到他的那个录播。你要改你的幸运色了，你要改成什么样？你的心理年龄和力，我和我一样大，我们都是十八岁，心理年龄将到五十了。你的心理年龄，你的心理年龄，要不要这么成熟的有点过头，改成橙色？可以。臣子心想事成，你也许改了你就变成心想事成。哼，女人五十了，妈呀，更年期。更年期别录，不讲理。我不太亲。马葫芦蛋。一定要坚强，老夫比较多愁善感。哎，你小鲁班，小鲁班你才二十几岁，装啥老夫呢？倒下就碰瓷。哎，我今天不是被敲晕吗？他们都说我碰瓷儿。真不错吗？好，我直播下去看。今天琢磨真不错，是吧？我跟你讲，我觉得今天琢磨就是我有好好想，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啊。我下次叫他，他下次直接倒在短圈下面碰瓷儿，我觉得他闺女会被他吓到。老夫今年才二十，但有颗喜欢我的心，不错，小鲁班不错。还有一分钟我就要下线咯，等一下就不会吓到他的。还一分下线了，我现在给你们讲个冷笑话。是我，视频也是我剪的，不用那么。我给你们讲冷笑话啦，你多高？我要下线了，我要下播了。你们几个在干什么？好，我会去看的 B 站，北方老婆伤心了。好了，给你们讲冷笑话。有一个人，好啊，你来吧，小鲁班。嘿，哈尼，酱蛋。我要下播了，我要讲冷笑话，你们俩快看我。有一个人说，就从前有一个人钓鱼，快看我讲冷笑话。从前有一个人钓鱼，然后他钓到了一只鱿鱼，鱿鱼求他说，你放了我吧，别把我烤来吃。那个人说，好啊，那我就考你几个问题吧。然后你知道吗？鱿鱼后面说什么吗？鱿鱼说。好啊，你烤吧。然后那个人就把鱿鱼给烤了。鱿鱼说，你们听懂了吗？好啊，你烤吧。然后那个人就把鱿鱼烤了。我考你几个问题吧。
鱿鱼，他抓了鱿鱼，鱿鱼说你放过我吧，真香。就是有个人他钓了钓鱼，然后钓到了鱿鱼，然后鱿鱼就说你可以放了我吗？然后那个人说好啊，我可以放了你，我考你几个问题可以吗？然后鱿鱼说好啊，你考我吧。那个人就把鱿鱼给烤了，我死了。好了，我下啦，拜拜，晚安。电视常开起来太冷，你们都可以睡觉了，拜拜拜拜，晚安哦 ，goodbye。好，晚安。